请看《画落天》长行的第二句：“极尽阴，光明天王的学历一切攀云写作文。 天王名号的表法了，前面都报告过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专门来探讨啊，他所修学啊得法的这个法门，啊，他得的是学离一切判云。 清凉大师在这一段住的比较多一点，他说：“攀取云律是货病之本，或是迷惑。” 也就是说明，祸也苦，这三三桩事，嗯、那个根呢是迷惑，因为迷惑才造业，造业才受报，啊，所以我们想不受。 这个虚妄的果报，那就决定了不造业。要能够免除造业呢，一定要不迷惑啊。所以这个祸是属于无名。在十二因缘里面，无名缘显，那个无名啊，就是祸。 它不是根本无明啊，因为二乘圣者没有能力断根本无明，根本无明一定要化身大师啊，他才能见到。所以这个地方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无名啊，是属于知末无名。也就是说。 六道轮回的根本，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因此判取缘律人这个念头，每一个众生都有啊。我们不能讲每个人啊，六道里头天人有。 阿修罗有，畜生、饿鬼、地狱，通通都有。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佛告诉我，这是无世界以来，我们迷失了自信啊，从根本无明升起这个知末的无明。 堕落在六道里面，没有出头的时候啊！诸佛如来为我们示心。这个地方是示心天王的身份。 啊，那么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第一段啊，善化天王，这是化落天的第一位，极净英光明天王，都是属于化落天的。 花落天是第五天，欲界第五层天，视现天王的身份，来教导我们。欲界第五天算是相当不错了，真正的也算是得到自在了。 一切受用随心所欲，变化所生呐、啊。这个在欲界里面，福报相当大了。这样的福报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修得的。 不是信的。啊，修德的福报是在十法界之外，十法界之内都是属于修的。啊。他修什么呢？舍离，舍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攀缘啊，攀取缘律。 清凉大师用这四个字来解释：“若心净无德了，学攀援这从理上讲，我们为什么舍不了、舍不了啊？也就是为什么放不下？我们总认为心有，境界也是实有心呢？ 是能得、能取，外面境界是所得、所取，认为能所都是实在的，这个认识就错误了。啊，这个认识就是货病的根本。 啊，所以对于外面境界攀取云律的念头，非常坚固啊！啊，念念不忘，他怎么能放下呢？佛教导我们放下。 一定是先教我们看破，啊，释尊确实，在四十九年讲经说法当中啊，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课题，啊，你看他讲般若，讲了二十二年，啊，般若经的内容是什么呢？ 要是把全部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不可得。能得的心不可得，所得的境啊也不可得。所以你真正了解，啊，心境俱不可得了。 这个攀曲圆律的念头啊，自然就能够放下。你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没有能搞清楚、搞透彻，这是绝对不能够放下的。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进入这个境界佛法虽然说的多，我们听了也不能说不懂啊，听了也欢喜，但是就是做不到，啊，做不到，没用处啊。 还是要搞生死轮回啊！就在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清楚，解悟啊，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真实的利益呢？ 是要正悟啊，解悟不行啊，所以悟有两种啊，解悟跟正悟啊，解是你明白了，你没有做到啊，也算是很难得了啊，所以解悟是福报边上的事情。 是属于福德，正物才是功德啊！功德才能解决问题，福德不能解决问题啊！六祖在《坛经》里头也说的很好啊，这桩事情啊，福不能久啊，福报再大，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就一定要明白，祸跟祸两个相比呀，祸小啊，祸害大了。啊、什么道理呢？祸是善因。 结成的祸害是恶因结成的。我们想想，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的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如果我们很冷静的观察，观察一天。 我们从早到晚、啊，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很冷静的思维反省我的一天，处事待人久，我起的是恶念多是善念多？啊，决定是恶念多过善念。啊，一日如是，一年也如是。 一生呢，一、啊、佛如是，你就会想到过去生生世世，我们累积的是恶念多、恶业多啊。这个恶念、恶业，国报在三途啊，善念少啊。所以我们到人天来享福啊，正是我常举例讲啊。 我们出去旅游啊，观光旅游啊，度假了。度假的时间总是短呐、啊，假度完了赶紧回来，回来就回到三卧道去受报。所以佛在经山讲，六道里面众生，三卧道是故乡啊，三善道是出去做客。这话讲的很有道理。 我们听了以后啊，要有高度的警觉，这个日子怎么能够啊？卧道里面的状况，诸位念念《地藏经》就明白了。佛对于这些境界。 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大乘经》里面常常说到啊，啊，佛在楞严会上讲六道轮回状况，啊，他讲的西，讲七道，除六道之外啊，外仙道啊，这比较少讲，但是。 七趣里面讲地狱道啊，这个经文占了二分之一啊，2, 其余的这个六趣占二分之一，2, 地狱的一道占二分之一。世尊为什么要那么详细的来说？地狱太苦。 地狱很容易堕落啊！换一句话说，进去容易，出来难呐。啊，世尊苦口婆心的教诲，唯恐我们粗心大意、啊、堕落在其中、啊、慈悲到了极处啊！ 我们要想免除三恶道的苦报，这一次机会也遇到了啊，尤其遇到最殊胜的法门。 念佛法门啊，可是念佛法门虽然容易，你一定要把攀缘心放下，你念佛的功夫才能得力。如果圆律心放不下。 遇到这个法门，只能说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是李炳老所讲的了。你在轮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守啊。 李炳老讲：“不免长劫轮回，这个机缘遇到不容易，遇到之后一定要真正的把它抓住，放下万缘，一心赚念。” 啊，纵然学菩萨道，啊，弘法利生，帮助别人，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是我们福带的，不是主修的，主无修的，要求生极乐世界，这是主啊，帮助别人有缘就做，没有缘就不做。 这个缘是什么呢？缘是机缘，自然成就的，不是我们去制造。啊，我们有心去制造就是攀缘，啊，攀缘你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个自己、啊、要常常想啊，随意缘心是清净 随缘对于自己的公恨没有妨碍，攀缘有妨碍啊！攀援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不行啊！说老实话，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都随缘啊！我们细细观察，细细去想想，哪一个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攀缘？ 帮助众生。如果佛菩萨有攀缘的心，立刻就退堕了。啊，小菩萨有，啊、常常退转呢、啊。大菩萨就不退转了。啊，你要问他为什么不退不退转？攀缘的念头没有了。 这才能保住不推转呐！啊，我们拼命去做好事，为什么说好事荣耀啊？好事人家赞叹呢、啊？这个念头就坏了啊！所以。 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在那个极微细的一念之间。啊，佛菩萨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才有一个学习的处所。 这个注解里面引用、啊《维摩经》里面一段话：“啊，净明问疾贫经云：何为病本呐、啊？这个病是生死之病、烦恼之病、轮回之病、啊、这个病的根本是什么呢？” 佛在大经里面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无量因缘，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就是根本呐，就根本呐。答复的是唯有攀援啊，攀援时。 生死轮回的根本啊，是所有修行人不能出十法界的根本。那这何所攀缘呢？是未知三界。 换一句话说，因为有攀缘心呢，才有三界。啊，这个攀缘的心有大小、有浅深不同，越是往下面的、这个、攀缘的心呢，越严重。啊，六道设法界。 越是往上面去呢，这个攀缘的心越淡薄。但是他还有啊。如果这个攀缘的念头没有了，给诸位说，别说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这个人就到一真法界里面。 我们称他做化身大师。啊，化身大士就算成佛了。禅宗里面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它他就是分真佛了，啊，就算成佛了。 那么由此可知，攀缘这个念头啊，障碍我们功夫，障碍了我们仅仅。那么由此可知，断、判取原律，是我们修行里面最重要的功课。 啊，所以佛祖教我们随缘度日，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依教奉行，这个人身心自在啊，啊，我们现在人讲啊。 没有压力，啊，攀缘有压力，身心都有压力，啊，我们今天讲是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啊，世间人攀缘之心，害他一生啊。 实在讲，快乐的生活不是没有啊，有啊，他不知道啊。我在往年有一次，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去讲经，这大概总有二十年前。 这个计程车的司机给我诉苦啊，说工作很辛苦，钱很难赚，日子很不好过。啊，我跟他讲，我说日子好过、啊、现代这个社会富裕，跟过去确实不一样。 现在赚钱不难的、啊，啊！我说你一家四口，啊，你开计程车，计程车收入不错。我问他，啊，要找很节俭的生活，你的一个月，你的一家生活费用，你工作几天能维系维持？他告诉我的说。 如果照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概十天，十天的工工作，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就够了。为什么不够呢？攀缘今天看到邻居买了什么好东西了，话，啊，天天跟人家比赛嘛，那你这个生活当然苦啊。 啊，谚语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嘛，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我说，如果你要不跟人家比赛，譬如你买了个电冰箱，这个电冰箱好好的保养使用，至少可以用十年呐。啊，你做一件衣服，啊，你好好的这个爱爱护它，这件衣服也能穿个十年二十年呐。 何必天天跟人家比赛呢？啊，天天要讲求什么？呃,呃这个这个、呃、时装啊，新的款式、新的样子，今年流行这个，去年刚刚做的，说今年不流行了，穿出去人家笑话难为情。你说你这种心理不是害死人吗？ 啊！我就跟他讲，旧的衣服穿出去是人家笑话，笑话是他笑啊，笑死了是他死啊，我不死啊！啊，真的能笑死人啊！多笑几多死几个人好啊！所以不受他的诱惑，不受他的影响，你的日子都好过。我跟他讲，你工作一年可以休假两年。 你想想对不对的？他以后想想我的话，哎，也不错。你要是言滤率降低了、减缓了，日子很好过吧？啊，一般生活水准是普遍提升。 我们看看，谭旭法师啊，在这个《念佛论》后面给我们讲的那个青岛啊，一个女居士姓张的念佛往生，那个时代生活真苦啊！啊，这个女居士的先生拉黄包车的。 这个诸位现在都没有看过，体会不到啊！一家四口，一天不工作，一天就不能过日子，生活就没有着落。拉黄包车能赚几个铜板呢？啊，所以说，物质生活跟过去那个时代比。 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啊，啊，普遍提升了，现在物质生活不难了，啊，只要你肯勤奋的工作，啊，生活都能过得去，你何必攀援？何必跟人家比赛？ 佛菩萨祖师大德，无论视现什么样的身份，都做出借俭的样子给我们看。借俭是美德、信德。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学生赞叹老师，啊，大家公认老师有五种美德。 其中有借鉴。啊，温良恭俭让，啊，夫子的生活节俭忍让，啊，诸佛菩萨也如是，这个就是教给我们放下。 攀缘的心啊，佛菩萨所修集的功德，世间圣贤所修集的功德，我们比不上啊！啊，他功德的成就，是随缘成就的。 啊，正是普贤菩萨所说的随喜功德、啊。决定不是攀缘，攀缘是造业。啊，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学佛而对于佛法产生误解、误会。 啊，错会佛的意思，把攀缘当做功德、啊，不知道尽心尽力就是圆满的功德，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的这么多，讲的这么清楚，可惜他体会不到。 啊，我们确确实实知道很多人，想在佛佛门里面修积的功功德，自己没有钱，去借高利贷，啊，付很重的利息，这错了，你想想看，造成他自己身心的压力，啊，他是不是真的做的功德？没有。 功德是清净心做的。佛家里面常讲净财啊，借高利贷的拿来的钱不净呐，这个财不清净呐。净财那个净字怎么说呢？你的心清净。你借高利贷，你心里有负担，你心不清净，这个财拿到佛门里不尽财啊。 啊，劝人家发心，要人家欢欢喜喜，啊，这个是属于精彩。如果别人是被被逼的、被迫的、不得已的，不是甘心情愿的，啊，因为你的面子不得不拿出来的，这个财都是不精彩。啊，所以一定要他明理呀、啊，欢喜呀、啊。 而且是他在他自己能力之内的，啊，他在生活当中可以能够借鉴一点出来的，这个才是精彩，这个才是真实功德。啊，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啊，想到现在。 佛门里面许许多多的弊病啊，所以我们的修行不能说不努力，不能说不认真啊，很用功、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收不到成效啊，这个就应当要认真去反省、去检点，我们到底错在哪？ 佛法真正的效果，诸位要晓得，就是烦恼清智慧长，这是效果啊！以法喜充满了，身心自在啊！啊，这个是佛法修学真正的受用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 他说一句话：“他说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诸位听听，享受啊，烦恼不是最高的享受啊，那自在才是最高的享受啊！我们要舍弃，判取原律。” 唐朝，庞云居士做了一个最佳的示范。那这个一家人了不起啊！佛法里头有说记点，一家都是菩萨那他家里相当富有啊。 啊，自己舍弃了功名，啊，不做官了，在家里面休息，啊，过着很自在的生活。啊，这有一天，他把他家里的财产全部装在一个船上。 把这个船划到江中心，啊，长江的中心，在船底炸个洞，全部沉下去了，啊，全家的财产通通沉没了，啊，他做这一桩事情，主要就是留一句话给世人，世间人一定问了。 你这么多这个财富沉到江里，多可惜呀、啊！你不要了，为什么不去做点好事啊？啊，人家看到这个一这种现象，一定会问这个话嘛。他答一句话，这一句话永远流传在世间：好事不如无事。这个道理深呢，太深太深了。 啊，以后他过日子，这传记里头有啊，他编草鞋，编草鞋在新加坡看不到，大陆也许还有，啊，恐怕现在也不多了。编草鞋，每一天编几双草鞋，卖几文钱，拿这个钱买米回家过日子，啊，过得很舒服，很自在呀、啊。 啊，他往生的时候叫他的女儿，啊，出去看看，啊，是什么时候了？他女儿知道，啊，女儿在外面说时间还没到呢，啊，他自己再出去看看。他女儿在屋里做着往生。好一头，这个丫头，啊，还要我料理他的事情之后才能走。 啊，先走的人，后人要料理后事嘛。一 <laughs> 家生死自在呀、啊！啊，为什么他有这么这样的成就？潘元心没有了，真正放下了，得大自在。 所以物质生活所需，诸位要晓得非常有限。啊，今天吃饱了，不要想明天的。啊，世间人就是有攀缘，有顾虑，那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呢？啊，总是会想明天的，还要想明年的，还要想后年的，想的可长远了。 啊，佛菩萨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不可得嘛。嗯、想什么呢？啊，所以这个谚语说的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强求到的。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说冤不冤枉？明白这个道理呀、啊，积功累德就好啊。这个是诸佛菩萨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间断他做的得。 就是存心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利益众生，长存此心呢，这是德。功呢，那是看缘分啊，有机缘就做。 这个机缘时时刻刻都有啊，就看你认不认识，你会不会抓住啊？我们走路看到路上人家丢的果皮。 啊，这个果皮不小心踏上去会滑倒，你能够把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面，这就是功德嘛？啊，看到老年人啊过马路，啊马路上车很多，你能够照顾他，啊帮助他安全过去，都是功德。 好事，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啊，桌子椅子没有摆正，把它扶正一点。不干净，随手擦一擦，擦干净，都是功德。啊，念念有。 立即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大德。时时刻刻肯帮助人，不必刻意去寻求，遇到就做。 啊，你的心才安呐、啊！不要去找啊！啊，什么时候遇到，随手就做，这个就是功。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利益别人，决定不求果报。 养成这种习惯呢、啊，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心意了。啊，要在生活当中养成这个习惯，自己心情自己的生活都能做别人的好样子。 那是大功德啊！就在自己本分的生活上啊。入佛都是这样讲你过的是富贵的生活，给富贵人做好榜样；你过的是贫贱生活。 给贫贱人做好榜样，这都属于菩萨实现的。啊，富贵人多做一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慈善福利事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教育。 教育是慈善、福利、事业最重要的，无比的慈悲心呢真实的救济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而不是说他没有衣服穿，啊，送几件衣服给他。 他没有东西吃，送一点吃的给他。啊，他没有房子住，我们盖房子给他住。这是救人一时啊。教育是救人一世啊，不单是一世啊。佛法讲的是，教学是救人会命啊。这个意识是救人生命，生命是一世的。 慧命是永恒的，啊，在佛家讲杀生，断人生命，那个罪不重啊，断人慧命可不得了了，啊，断人慧命都在阿鼻地狱，啊，断人生命的罪就轻了，从这些教义上。 来看，才晓得真正不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教化众生啊。我们从事实上来看，孔老夫子一生教化众生啊，夫子当年在世，生活过得很清苦啊，并不富裕。 平民生活啊，他一生的事业教学啊，他的功德永垂不朽你看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做帝王将相的人多少？今天谁知道？都淹没不彰了。 孔老夫子是个平民，两千多年之后，多少人纪念他？啊，多少人听到他的名字深宫敬心？不谈中国人，连外国人都不例外。这是功德永垂不朽啊！啊，那么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带着这一群弟子到处游化了，也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每一天出去拓波一分钱不收啊！啊，那个时候不收金钱的供养啊，接受信徒供养只有四四种。 饮食，啊，每一天就透播的一波饭接受；衣服，啊，衣服破损了接受人家供养衣服；啊，卧具，啊，晚上睡觉，印度呢是热天，这个卧具简单了，啊，草地上铺一块布，啊，做垫背。 盖的呢？盖的是三一。啊，这三一不，这三件衣晚上当被子盖。啊，那个铺在地上垫的，我们现在叫具，具本来是卧具啊，现在用来做拜佛，铺在这个拜垫上，这都不如法的。 这个卧具原来是铺在草地上当垫背用的。生活这么简单。今天世界上多少人呢拜佛？多少人礼敬佛？啊，所以佛做的是真正的救济众生的大事业，救人化生惠命啊。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印光大师一生，所有信徒对他的供养，他全部拿去印经布施，救济众生，发生慧命，没有做别的事情。 啊，曾经有一次，北方有灾难，啊，他也随缘赈灾，啊，赈灾钱从哪里来呢？从印金钱里面拨三千大洋，啊，去赈灾。这个记载在上海护国卸灾法会里面那个。 大肆讲演的时候说出来，所以我们才明了他所有的这个力量，通通用在法布时。啊，因为他自己是山西人啊，家乡口音很重啊，在南方这个讲经说法了，一般人听不懂。 啊，所以他一生自己就没有讲经的，完全用文字。啊，他用文字来弘法。早些年，清朝末年，定海知县请他老人家去讲经说法，他请人代讲，啊，自己没去，请别人代讲。 啊，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阴之文啊！我看到这些资料啊，那刚刚学佛的时候非常奇怪呀、啊。一代祖师啊，人家知县的知县县长啊，请他去讲经，他派人去讲阴之文啊。那个时候我们想不通啊。 现在才知道啊！啊，出世间善法奠定在因果的基础上，人要不相信因果了，这个佛经是念不下去的啊！大乘经论呢，给他讲了也是枉然了。 所以，世出世间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啊，因果是佛法的根本啊，所以佛法全是一个因果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五洲因果，《法华经》所讲的。 业成因果那么我们就明了了，印祖这个做法正确真正是应机而说啊，这个地方是粗学。啊，他们只有这个程度。 这个程度，我们决定不能够束缚。啊，说老实话，程度比我们现在都高。啊，所以说说这些东西，他们能相信，他们能得受用。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人家不相信 是我们在搞迷信的啊，《大乘经论》里面理论很妙啊，谈玄说妙，哎，他点头，得不得受用呢？不得受用，啊，所以真的是玄谈了，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 一定要从根本学起。无论我们学的多久，啊，即使到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都不能舍弃因果。啊，十地菩萨、等觉菩萨，还是修学无界十善呐、啊。 没离开呀！啊，观经三福是大乘佛法的基本法啊，一开端教给我们孝亲尊师，孝亲尊师的意思太深太广了。 几个人懂得啊？感应篇汇编讲到忠孝这两个字啊，注解里头很大的一个篇幅啊，不能不知道啊。孝敬两个字要做圆满。 是在如来果地上啊，才做圆满了。孝敬是大德啊，在我们佛门，地藏菩萨代表中国的佛法。 在讲，在整个世界佛法里面来说，无比的殊胜啊，他、啊、以四大菩萨来代表我们修学的法门，啊，把佛法的重心都凸显出来了。啊，地藏的孝敬。 观音的慈悲，文殊的智慧，普贤的落实。普贤是代表实行的、啊、不但世尊，也代实教，心事无疑，少方三世。 无量无边诸佛所设一切经教，也都圆圆满满含摄在其中，一发不漏啊！啊，我们不能舍弃，攀圆心就是不孝。 佛祖教我们要舍弃，我们不能舍弃，我们对老师不敬啊！父母希望我们有所成就啊，希望我们做圣做贤。 学佛了，希望我们做佛、做菩萨。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这就是不孝嘛！啊，所以“孝”这个字，这一个字，概括了全部的佛法。 啊，我们要想做到真正有成就，啊，要断烦恼，要把烦恼的根拔掉。啊，根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上在讲我平常讲经也有提示啊，啊，我劝导大家。 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把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控制的那个念头断掉。控制的念头就是攀缘心啊！啊，祝佛菩萨。 大圣大贤，对于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如果有控制这个念头，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念头都没有，哪里有行为呢？啊，这个才与性德相应呢、啊。 与自信相应的。我们要想尽心啊，要想明心见心，这些妄念是我们见心的大障碍。你能够舍掉了，自然就明心见心了吧？啊，可是你要是彻底放下。 你必须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千经万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明白了，你这个念头自然不生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起这个念头？为什么坚固执着？ 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不晓得这一切法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这四个字，你们都认识，都很熟悉啊，也常常挂在嘴上啊，会说，啊，可是真正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性空，确实没有这个概念。 如果有这个概念，你的心会清净啊！你判冤这个念头会放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放不下，还有这个念头，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啊。缘起性空这一句没有参透啊。 啊，还有这些毛病习气在。古大德修行多半一金刚经》，是有道理，不能说没有道理。啊，《金刚经》。 是禅宗五祖忍和尚提倡的，而六祖慧能大师就发扬光大的。啊，这个经简单扼要，很容易提醒我们。 进觉，帮助我们改正错误的观念。啊，像经山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很好的关照依据啊。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 妄念才动，或是贪爱，或是成灰，要是把这一句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了啊！恢复到平静了，平静是真心的，真心是平等心的，真心是清净心的 啊，攀缘心起来的时候，想想三心不可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那个攀缘的念头自然就放下了。最大的功德，最真实的功德。 是尽信的啊，没有比这个功德更大了。在净宗里面，无比殊胜的功德是往生的。老太太、老先生一生也不会讲经说法。 也没有做什么呃社会慈佛佛佛利慈善事业，但是他这个一个往生一表现，啊，让多少人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受感动啊！发心效法，增长信心，增长愿力，你想这个功德。 没有法子相比的啊，是念佛人听到看到信心增长，愿心他能，我也能努力，要向他追呀！啊,啊，诸位要晓得，一个人往生就是一个人做佛去了啊，谁知道啊？ 这是真实功德，这个是无比的功德啊！那些人天天认真努力在修学，最后啊，把成绩展示给我们看啊！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成功呢？没有别的，攀元先放下。 心地得到真正清净。如果把这些拉拉杂杂事情要是放在心上，我们的清净心被破坏了，啊，平等心被破坏了，这个伤害就大了，啊，一切随他去，啊，侮辱随他侮辱，啊，回报随他回报。 不闻不问了、啊，始终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我们完全依据佛陀经典教诲去做，就没有错。啊，这个是佛家的四一法了，一法不一人。啊，我们还特别。 从经典里面揭露。啊重要的开始，啊，记录了六十几条，编成一个小册子《晋宗同学修行手册》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几条先做到。 经文太长，怕大家记不住，这个小册子随时放在身上，啊，时时刻刻干看，看了要照做，啊，经要天天读，读经就亲近佛菩萨，啊，照做啊。 这才是佛的真正弟子啊！啊，我们要做真正的弥陀弟子，要学阿弥陀佛要学的很像。佛教导我们要自行化他啊，所以观经三福前面十一十句。 是自信的，幕后一句是教我们要画的。啊，劝进行者啊，劝是劝勉。劝民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要令他生欢喜心呐。 欢喜心怎么生起来呢？一定把这些理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舍弃一切我念，不造恶事，这个非常重要啊。 果报当然就能够转移了啊！一切判云，那个一切里的范围包括的太广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啊！世间法是虚幻的。 佛法也是虚幻的，啊，佛法跟实法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觉迷。所以，你一念觉，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念迷，一切法都是实法。啊，一念觉。 法戒就是一真，一念迷，这个里头才变现出设法界啊！设法界是从迷邪然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三规那个皈依讲的很明白、很清楚啊。三规是皈依觉正经的舍弃一切攀缘。 啊，迷邪然是贪欲呐！啊，宇宙事实真相，你搞不清楚、搞不明白，那就是迷。从迷里面升起的知见就不正，邪知邪见。 不正之间，必定造成污染，啊！污染是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污染了、啊。真心本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啊，真心是什么样子呢？本来无有。 那是真心的样子，有亦无都不是真心。的。我们现在根性太差走本来无一物的那个路啊，走不通啊。 所以换一个法门，换念佛，念佛有没有义务呢？有啊，那个义务就是阿弥陀佛了，啊，心里有阿弥陀佛了，口里有阿弥陀佛了，有一务啊，啊，有一物能不能成就呢？修别的法门不能成就，修这个法门能成就，啊，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会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呀，再把这业务放下，这个法门方便了，所以一切诸佛赞叹。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是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放下。 一切攀缘心啊，就攀缘这个阿弥陀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没有这个说法的啊。我们今天攀缘心确实放不下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专缘阿弥陀佛。 用这种方法，叫待业往生的、啊、生繁盛同居土。啊，更高一点的呢，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把这一念的也放下了，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那就能生十报庄严土。 啊，十报庄严陀的菩萨，这个阿弥陀佛他念不念？念。啊但是人家念的时候，跟我们念不一样。他虽然念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完全称心了、啊。啊，他为什么要念呢？ 那不念不就行了吗？啊，没错，不念是行。啊，念是为度别的众生，给别的念佛人做个样子。哦，你看看，佛都念佛，啊，等觉菩萨都念佛，念给别人看的。 让别人看到增长信心，增长愿心我们今天是有心念佛，他是无心的。所以他在十报庄严土，我们在凡圣同居土啊！啊，即使我们念到功夫成熟了，也念到念而无念了。 我们的境界自然往上提升，不要去求啊！有求就是有盼援心呐、啊，盼援心是求愿的障碍啊。所以佛法讲要有愿，不能有求啊。求跟愿呢、啊，确实不一样。 啊，是很相似，但是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才算、呃、能搞清楚啊。愿是随缘是愿，攀缘是求。啊，这个才能够把它辨别清楚啊。啊，乞求跟发愿不一样啊。啊，一个是随缘，一个是攀缘。 一定啊，要把它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功夫就得了。啊，极净应光明天王，他从这个法门修行正果的。啊，此地讲的解脱门是指。 一真法界，啊，谢是动词，解开，解开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他入一真法界了。 啊，门是方法，他是从这个方法，这个门进的，修行成就的，啊，证得了一乘法界、啊。我们多了之后，一定要。 深刻的去体会，要时时提醒自己的警觉。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就是没有舍弃攀缘当然，舍不容易，一定要把它淡化这个攀缘的念头。 判员的行为啊，一天比一天淡薄，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就会有进步啊，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向祖师大德学习，不能向一般人学习。啊，现在一般人的学佛的人誓缘太浓。 叛缘的念头跟行为太强烈了，啊，这个不能学，啊，一定要以佛菩萨、祖师大德为榜样。我过去学佛，李斌南老居士就多次劝我学印光法师。 啊，他那个时候我没出家，啊，还是做居士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古人必学苏东坡，竟人不学梁启超。啊，苏东坡跟梁启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啊，佛学家了，为什么不能学他呢？潘元心没有学习。 啊，佛学虽然很通达，啊，讲的天花乱坠，著作也很多，都能够诱惑知识分子，啊，但是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啊，念佛往生都没份这个不能学，啊，这个开始。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是老师慈悲真实的教诲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来勉励啊！一定要真干，真干！一定要把攀缘学习。啊！自行化它，随缘，好啊！ 随缘是真实功德，无量功德。好，今天就讲到这里。